好了，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多类名选择器。那其中呢，我们刚才讲的类名是一个类名，而我们真正的实际工作中呢，比如说淘宝网站呢会有多个类名。然后你看一下 div class 等于 cover，然后里面一个 g 杠 cover，对吧？哎，这是你看有几个类名呢？有一个类名，然后加了个空格，它不又加了第二个类名，对吧？啊，当然这儿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，咱们刚才刚说过说不太提倡大家用这个下划线，对吧？但是这个特殊啊，因为这个呢一看我就知道这个类名是专门为了 JS 准备的。因为它是 GS 开头嘛，G 杠，哎，也说这个类名呢就和 GS 搭配使用的，哎，当然我们先不用管它，我们就知道这是不是肯定是两个类名呀，可以做两个类名一起来做是非常好的。好，那你比如说，那两个类名什么时候情况下需要使用的呢？看我这里啊，看我这里，情况有很多，我先举个最简单的 div 杠 div，好，这个 div 呢我们就叫它什么呀？亚瑟，哎，亚瑟，OK，考人家 CF 这一份，考人家 V，考人家 V，考人家 V，对不对啊？那这个呢我们叫做什么呀？刘备，对不对啊？那这个什么叫做安琪拉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叫什么呀？貂蝉吧，对吧？哎，OK 啊，貂蝉，好的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写了四个英雄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我们的农药上的啊。那有了它之后呢，我们想给它更改一下不同的样式。那上面是不是肯定要写我们的 style 了？哎，走这回车啊，然后写我们的 style，快起来，杠 style 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有了 style 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里面的一些常用的写法啊。这是不是一个 div 啊？哎，那这个 div 的话，我们可以这么写，div 括起来之后呢，可以更改一个样式。但是呢，每个不相同。那我想干什么呢？比如说，我想把亚瑟呢给它调的一个什么呀？它们两个呢就是字体大小是一样的。比如说点 font，好，看好了啊，点 font font 多少呢？是20。大家一看是不是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啊？就我要把字体是不是改成20像素啊？font 杠 size 多少呢？20px。好，这是二体就有了。那么亚瑟和刘备都是 class 等于什么呀？font 20，这个是不是啊？哎，OK，那刘备也想要是不是？嗯，刘备也想要的话呢，就选择里面的他20就行了。好，改完之后呢，我们在浏览器中打开，大家来看一下。好的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看到的话，他俩呢是20像素了，其他的人是不是16像素比较小啊？比较小一些。好了，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呢再给一个什么点 font，点 font 14，是不是？哎，小一点啊。小了之后呢，它 font size 呢改成14像素就可以了。然后刷新一遍，这能改成14就 OK。好了，改完之后呢，我们下面这两个呢就选择里面的啊，大家可以按住滚轮，按住滚轮一拉，把这个选中，Ctrl 加 C 复制，然后把光标定过来，是吧？按住滚轮往下一拉，Ctrl 加 V 一粘贴，是吧？哎，然后再按住滚轮一拉，把它改成14，是不是快速操作呀？哎，好的，那么有了之后呢，我们再刷新一遍之后，一个20的，一个14的，是不是就出来了？好了，那么下一个问题呢，我们想跟它更改一下我们的颜色，对不对啊？哎，颜色或者有其他的颜色。好，我想干什么效果呢？我想把亚瑟和安琪拉都改成红色。那怎么写呢？你看啊，现在我想把亚瑟和安琪拉是不是都改成红色？那我们在写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应该是点 red，是不是来一个红色？好，C O L O color 冒号，不行，我们还是用我们的 pink 颜色吧，对不对？好，点 pink，我们的御用色啊。好了，class 等于 pink，那亚瑟和安琪拉都应该有，那怎么写呢？你不能在后面再写一个 class 等于什么呀？pink 了。看好了，你不能再写 pink 啊，这么写是不对的，后面不演示。好，我们刷新一遍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变吗？不变，因为 class 呢只能是写一个 class。属性嘛，只能写一个，所以说呢，这又出现了什么呢？出现了有多个类名的情况，因为呢，你不能在这里面写。如果你在这里面写一个color 等于那个粉红色的之后呢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是不是貂蝉是不是也变成粉红色了？所以说呢，我们专门呢再写一个颜色的粉红色的颜色。那你想用的话，亚瑟是不是想要在后面啊？看好了，这第一个类名，挑一个空格，然后呢再写一个 pink 就可以了。能看明白吗？这是不是叫点 pink 啊？是一个颜色，第一个类名是。调整字体大小的，第二个呢叫做什么呀？pink 的颜色。好了，这么写完之后呢，这个14，然后呢我再写一个 pink。用多类名最大的好处是在于配合比较自由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搭配比较自由一些啊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看它既有文字大小，又有 pink 颜色了，这就满足我们的需要了。我一刷新，你会发现这个和这个是不是变成粉红色了？是不是写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？这就是都有多类名的情况。能看明白吗？多类名，所谓的多类名就是说是这是一个类名，两个类名有个。老师，那可不可以再加？再可以，还可以再加一些其他的，你愿意加多少个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比如说我再来个加粗，是吧？点 font，然后呢 width 啊，w-e-i-g-h-t，font width 是不是自己加粗的意思啊？好，那么 font 杠 width，然后 bold。好了，你想给谁加粗呢？我想给亚瑟加粗，在后边只写一个什么呀？font width 就可以了，w-e-i-g-h-t。是不是有三个类名啊？这么写是合法的啊，合理合法的。打开门之后呢，我们再一刷新，亚瑟是不是会变粗了？哎，这是多类名，在我们实际工作中也是比较常见的。
那么要求在这儿，大家呢就是说重点的记住，哎，我们是可以有多个类名的。那具体呢后面怎么使用，我们后面再讲真正的案例的时候呢，会带给你再去说啊。也说咱们现在开始学基础，基础呢就是知道有这个东西，而我们后面学了项目，学了案例的时候就说怎么去用它，能明白吗？大家知道我们学习分两个阶段。那刚才讲了这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注意啊，在这里面呢，类名的书写顺序啊，类名呢就说。多个类名呢，用空格隔开是这个样子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是它们类名的顺序呢是受什么影响呢？是受 CSS 上下关系影响的啊。如果这儿呢有好几个类名，它们如果出现了冲突的情况呢，是跟 CSS 有关系，跟谁这个啊，也就是说这个你放在前面放在后面是没有关系的。喏，空格粘贴，能看明白吗？我是这么来放的结，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，都是可以的啊。刷新一下，说没有变化，也说呢它们跟那个它们之间的顺序是没有关系的，跟 CSS 是有关系的啊。好了，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多类名的一个情况，那大家呢注意一下就行了。